其實咧，呢幾年嘅嗰啲視帝時候咧，其實有幾多係真係 TVB 自己訓練出嚟嘅咧？咪又係冇？唔係，係一隻手都用曬。謝詩曼而家佢嘅演技相當之好啦，但係出嚟拍叫做《生命有 Take Two》，好似好啱佢。《生命有 Take Two》有一場戲咧，如果我冇記錯，應該係黃埔嗰頭拍嘅，咁就俾幕後工作人員咧，就用一啲好難聽嘅説話，甚至係內容咁精彩，想睇埋落去，下載 Open Sky Doc TV 應用程式，收睇埋完整版本啦～